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那你尽量还是一样用按摩的方式，用水流去带动，把你的洗发精 wash out。我还是再一次强调，不要搓这个。搓这个头发，哎，对，因为我们头发表面这个毛鳞片是很容易受伤的，哦，哎，像这种动作都最好不要。他们这种长头发都这样子，了解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然后还有要扭的，对，还用扭的，用扭的把它扭干。你又不是抹布，你怎么可以用扭的？真的，我们这样，你们还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最后都一定是把它这样搓完，对对对对，哇哇哇哇哇哇！你这样子扭久了以后呢，你的毛鳞片就很容易受伤。把头发剪短了，对，那怎么擦干？不是用扭的，你用毛巾吸干，包住吸干，吸干，吸干，好，然后呢？那吹头发呢？刚刚说的没错，其实我比较赞成，如果是自己，好，没有人帮你的话，你倒立着吹，倒立着吹，对，倒立，头倒立，头倒立的吹，倒立的吹。头倒立的吹，哦，头倒立，我想要整个要倒立的吹，什么倒立？示范一下好了，头倒立，然后他的头发是不是这样？往前拨这样，就逆。其实你这样是不是就吹到头皮了？对，对，我们吹头发不要吹发根，我们要吹头皮。你看他头皮都出来，很清楚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头皮是不是吹干了？对，吹干了以后呢，你再回头。稍微这样头发就干了，是不是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？是。好了，我们谢谢林医师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健康上菜。哦，好，我们今天健康上菜，我们做的是这个猪肉粉丝。哦，我们刚刚这边有个牌子哦。对。豆制品豆皮有在上面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肉类的话，我们今天用的是双板猪。双板猪不好切吧？对。哦，因为它里面的弹性很好，所以先煎。哦，先煎过，煎过之后再切就快了，用温度破坏它的。而且你完全没有用油哎，你看它上面这些白白都是它的油脂，就不用了，你根本不需要啊。而且这道菜，我们既然希望说吃的让头皮好，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不要太油，对。而且我这个时候再加油，待会可能结束的时候，我又加了香油，再加上里面的猪油，我们真的吃太多油，对。对，那我们借由这个步骤让里面的油释放出来，你就不用再加沙拉油，哦，好棒哦！我们等一下吃得到哎。哦，稍微煎一下外面表皮。你刚刚要切的切猪肉，再加上现在稍微煎过的时候，切就不一样了，哦，就变得好切了。哦，甚至有人会把猪肉直接用水煮，煮完之后再来切，也可以。好，现在先把火关掉，我把它拿出来切。那记住，只要看到肉的话，你要让它比较嫩的话，要逆纹切。你看到煎完之后，你很明显看到纹路是这个样，对对我们就逆纹切。哇，我们今天的食材真的连猪肉丝都用到松板猪哎。我们现在开始要做这个道菜提味的最重要的部分。哇，好，我们一般任何的猪肉拿到手里。你生的状态下，不管你有没有腌，你下锅在炒的时候，第一个出来的其实不是肉的香味，是肉的腥味。你一定要把这个肉一定要煸到你要求的重点。哦，这是我们这边的第一个，实在有一套，实在有一套第一个。煸炒猪肉是酥香。你会觉得说，哇，肉炒到酥香，待会会不会太硬？第一，松板猪它不会有那种质感。第二，你待会我们会有汤汁下去煨。它就会回软，哎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那里面的猪肉放进来之后，它的猪油释放出来之后，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，就是香菇的部分，一定也要把它煸香。要煸香的。它的煸香的动作最主要是把里面的水分先把它炒掉。炒掉之后，是不是香菇的味道更浓重？最后再把汤放进去的时候，它香菇一下子吸到这些汤汁，又释放出来香菇味道，它就很重。最棒的是，等一下都吃得到。再来的第二个步骤，很多人认为说只是放进去，其实不是哦哦，这个加水煨豆皮，加水哦，豆皮它是用什么做的？豆子。那个豆浆，豆浆，对，豆浆。所以豆皮，你当你再稍微煸炒完它之后，稍微炒完之后，你把水放进来煨的时候，它就会释放豆浆的甜味哦。然后再来一样，菠菜放进来，这是对头皮好的。哇
一样，梗的部分先放进来。终于我今天可以吃到一道，真的。好，那这个是粉丝，我们已经稍微泡过了。哦，啊，稍微剪一下，待会比较好夹。把它放进来，让它去吸里面的汤汁。哇，这道菜真的非常非常营养。你这样一位美女，你肚子这样咕噜这么大声哦，你把老红汤听着嘞，超大声。好，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起来上菜了。哇，这道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道料理。哇，有时候这样煮给小朋友吃，这样一碗你就够了。然后最后香菜再上来。哇，而且热量不会很高。嗯，热量不会很高。又瘦又健康，最主要它对头皮又好。可以可以，来试试看。哇，来试试看。世间人情冷暖，真的，那我们演艺圈刚刚还在同一阵线，然后我现在就换边站。对，哦，太好吃了，哦，真的好。重点是，我觉得这个香菇，整个这样煸香，真的是整个加分加到一个不行。而且还有那个豆皮啊，刚詹姆斯说那豆皮就真的放进去会有那个豆香，对，会软。真的有点像吃蛋感。对，因为我本身不是很爱吃豆皮，但是今天再加在里面，好棒的。但是维琳最喜欢吃的是这个肉，哇，这个松板猪肉我还没有吃，但我帮你吃吃看香不香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们演艺圈多没有人情味，好香哦，那猪肉香，而且就是那个味道跟那个嚼劲刚刚好，就不会太硬。真的太香了，要不要最后下这一把香菜真的是太好吃了，香菜好香哦，点香啊，好，回去试试看，然后大家也希望现场的观众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今天谢谢三位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继续鼓掌，继续。那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食疗健康，让我们家里如何吃出好健康。老板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有你不能不知道的健康知识。我点的是饭团跟汉堡，还有铁板面。因为早餐吃到这些重味道的就很过分。这个人得零分啊？什么？按摩这个穴位，这个很重，这个很重，真的很容易水肿，对不对？重哎！这里有你非吃不可的美味料理。让你们先品尝。哦，加了，香！每周一到周四下午6点，晚上10点，超市吃在有健康。